这是凉拌的吗？嗯，哈有这么夸张吗？哦，有这么夸张吗？哦，上面这是什么？什么酥吃不出来，臭的吃不出来了。哇，这臭豆腐！我虽然在台北住了几十年，还第一次来了，哎呀，好特殊哦。这是凉拌的吗？嗯，有这么夸张吗？哦，有这么夸张吗？哦，上面这是什么？什么酥吃不出来，臭的吃不出来了。哎，我是蛮喜欢吃臭豆腐，都没有炖。觉得很夸张，我试试看，真的好臭，有多夸张？真的很夸张，我已经可以接受了，都这么样，这样看的我好害怕。哇，都要喝饮料？对啊，这是冬瓜茶，哇，还不错。这个是凉拌吗？对，已经是豆腐乳的等级了呀。对，豆腐乳臭。发臭的豆腐，对啊，我觉得有皮蛋的感觉，皮蛋还好啊，皮蛋还清香，这个真是就臭豆腐乳，嗯，我平常还蛮喜欢吃臭豆腐的，对，就吃的有点怕怕，哦，这是什么？一样的，我叫了两块，哇，太多了啦。下一道炸臭豆腐，我们父子俩呢都是重度的臭豆腐爱好者。我刚刚点我都选了加臭，还有一个选项是加臭。哇，难怪啊！哎呀，还叫两块，一块就勉强了。我觉得还可以啦，因为我真的觉得有皮蛋的感觉。哇，你比我还臭。嗯，这下炸了就，炸的 OK， 炸的。大的相对来讲，吃臭豆腐比较容易接受。这也是加臭的哦。嗯，我来看一下。可是这个相对来讲，没有像凉拌那么臭。这个是清蒸臭豆腐。清蒸的，这完全不臭啊！刚吃完凉拌，你就觉得炸的这没什么，这完全没什么。这个等于重重口味。我是听说招牌是凉拌的，炸臭豆腐还会多。老板在旁边。凉拌可能新潮了一点，没有吃过。还有一个你够吃的，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么特殊了。说美味不美味是因人而异，我是能接受臭豆腐的人，都觉得凉拌臭豆腐哇，太好了。你吃完一块了，对，还有一块啊，哇！来，准备好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蒸臭豆腐了吗？普通我们吃一般的吃的江浙菜蒸臭豆腐，有毛豆啊这些，这些毛豆很少。软嫩软嫩，我看看哦，真的很软嘞。香味好像，它香味，普通我觉得清蒸臭豆腐还是有浓郁的香味。我也觉得清蒸臭豆腐应该要是比较老一点的豆腐。好吧，嫩，我觉得是我们第一道就吃了凉拌了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舌头坏掉了。所以这个挑战的话，先用清蒸的开始，对，再来油炸的，对，再来最后是凉拌，就我们完全倒叙了，味蕾有点破坏了，是后面的味蕾啊，不那么敏感。嗯，哇，谢谢，又来一样，就是我看到臭汉堡，臭汉堡，它的皮是臭豆腐。妈要不要来试试看？不要了，你尝吧。我这些臭豆腐够了。你要咬一口了，好硬烫。相对的来讲还不错，可以接受。因为我们已经吃过最凉拌的、最臭的，我自己实在是不算什么。那臭豆腐跟生菜跟美乃滋的味道会合吗？说不出来，因为中间就是生菜。臭豆腐，臭豆腐，是它 mix 不 mix？
炸臭豆腐，三明治还挺合的。凡是你吃的是凉拌的，加重臭臭的味道，其他臭的反正都不算什么。今天真的是我们顺序吃错了，我一开始舌头就坏掉了。哎，我们再一个独臭酒酿蛋，还有一个一份就好，一个一个，再一份臭元宝。哇，哦，有一直叫，你是不是觉得很烦？现在回头再吃那个凉拌臭豆腐，还是不错。哇，奇怪，我大概隔一阵子不敢吃臭豆腐。凉拌真的叫一块就好了，叫两块，两块，这两块真的好独特。只是吃过凉拌以后，这些炸的、蒸的，好像都不算臭豆腐，就绝对是豆腐。哇，今天真的是吃臭豆腐大餐，有七种不同的口味的臭豆腐，对，真厉害，像元，哎，真的像水饺一样，真元宝。我看到里面是豆沙馅，真的吗？再不会豆沙馅就甜了。哦，对。那豆沙在这里。哦，有豆沙，有臭豆腐，还有毛豆，还有毛豆，哎，有毛豆，又甜。不甜，不臭，不臭哦。嗯，有这个豆沙馅很多哎。臭豆腐相对来讲味道就很小。独臭酒酿蛋，这里真是什么都卖啊，好厉害！他这个酒酿配臭豆腐，我们这辈子也是第一次吃。我也看了快吓尿了。哇，来试试看。我这里面有酒酿，也有臭豆腐。臭豆腐有点像那个蒸的臭豆腐，清蒸臭豆腐一样。但是你觉得臭豆腐的味道跟酒酿有合吗？你说合不合？实在是不合，一般正常人不会这样配合。配了又能吃，就自然就。他们有一点，好像是就只是把东西什么东西都拿来加臭豆腐。试试看一下，你说合不合，难以评论。料真蛮合的，酒酿特别味道跟臭豆腐的臭味有一点合哎，我觉得还不错哦。这老板一定很喜欢你。这个我觉得不错，但是我觉得纯粹只是因为店里面太热，再吃下去要中暑。对，你吃过那个？这个拿一锅的那个臭鱼，比这个臭，臭鱼和臭锅，比这个还臭。真的有可能是因为之前拍过了一点臭鱼。对，我真的好像还好哎，这个。已经臭到家了。我臭到家了。这家店是全素的，但是蛋白质可不少。第一次看它臭豆腐的分级啊，1到15。我刚刚说最夸张那个凉拌的，居然是13级而已。我们要不要尝试一下15级？这是什么？它是这个酱是15级，是逼着我们尝的是什么味道？打开了，好，哎，沾到手了啦！哦，先闻一下给大家看嘛。可以，受不了。我们请陈爸爸来了，带他试一下好了。我们拿一个干净的筷子。好。哇，有这个酱。好。百味里啥是真的跟小老鼠一样？哇！有必要讲成这样吗？真的，然后盖起来。喂，它好吃。哎，真的很厉害耶！我觉得喜欢的人会很爱。重点是不用办法吃多，因为它很咸。臭的我根本不觉得咸淡，就是臭，一个臭字了。我说这是我第一辈子吃最臭的东西。现在虽有留有余香，可是我想短时间我不敢吃了。真的没尝过的，还是可以尝试一下。你有没有这辈子吃过什么更臭的东西吗？这辈子就是这个第一名啊。对。